来盘点那些极品香闺。佛罗里达香闺，东部香闺，极品佛东，极品三指，现在很多人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舍不得买，我教你一招，你买了这个东西你就没钱了，你不买这个东西你一样没钱，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东西它不要钱，那为什么不买？你细品，你在一品，是不是觉得